磨脚了，然后。来，各位这边看到的犀牛啊，年纪差不多是4到6岁哦，4到6岁，这边是小朋友，好年轻，对啊，好年轻。哦，这是小朋友哦。犀牛，这个南方白犀牛啊，是我们这边养的犀牛品种，他们是非洲的犀牛。哦，他们的鼻子上面呢、啊、有两只脚，啊、哦，有两只脚。可是呢，因为他们年纪还小，所以只长了一只出来，第二只还没。啊饭店里面哪个是两只脚都长出来，那是成年的。OK， 哦，饭店那边的犀牛比较大只，哦，那边的犀牛啊，大只的那一只差不多有2000多。